今天是爸爸的32岁生日，好，那姐姐跟爸爸还有弟弟，我们一起来吃西提庆生。对，这里有蛋糕，这个是爸爸的生日快乐蛋糕。你看这里有一个花吗？这是爸爸的生日快乐蛋糕。红宝，请帮爸爸吃蛋糕好不好？那你要分享给弟弟哦，好不好？弟弟，弟弟，爸爸生日，你跟爸爸说生日快乐。哇，红宝琴你好棒哦，你喂弟弟吃，而且你让弟弟先吃，哎，好棒哦，你长大了，你是长大妹哦，好棒哦。红宝琴你真的好优秀哦，哇，你喂弟弟吃，哎，弟弟你在吃什么？弟弟你在吃什么？红宝琴要记得要喂弟弟吃哦，弟弟还想不想吃？还要不要？好，姐姐喂弟弟吃。哇，好棒棒哦！好，剩两口的话，你跟弟弟一人一口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喽。